天气好冷，每双泡在冷水中的手都已发红，却没人抱怨。慈济志工互相协调，哪里有缺就去补位，让桌上的餐具都整整齐齐。场外已经有人先来了，志工陪伴先做喜气的 DIY。换你教我，每个都折吗？对。这位新住民妈妈，9岁的儿子因早产脑性麻痹，一路走来有志工相伴。刚开始是很难过之类的，后来就得到你们的祝福啊、帮助啊、鼓励，比较有信心来顾他，然后他也是就慢慢有进步、有长大，就很感恩这样，哎，有你们很温暖。人生困境还好有你，过年前也得大家聚一聚，互道恭喜。今天天气哈，很冷啊，但是总共来了119户了，我们把它当成一家人了。就是这样子，那温暖到他们的心里。十道佳肴媲美餐厅年菜，也让100多个家庭提前过了温暖的好年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、温宝琴台南报道。